在1991年英国雪菲尔举办的第16届世大运中，女子短跑好手王慧珍以23秒22的成绩于200公尺短跑赛中得到我国参加世大运三届以来第一面奖牌，同时也是第一面金牌。王慧珍也成为世大运举行16届以来第一位在这个项目赢得金牌的东方女选手。